我本来嘅身份系明朝一名锦衣卫，估唔到我何应昏睡咗四百年，9000岁系罪魁祸首，佢陷害你，仲杀咗桃源村70口无辜。我哋四兄弟翻嚟救翻班村民，只要改变历史，我哋就可以改变个结局。 如果皇上继续无知，我哋明朝十几年后就会灭亡。我哋嘅鸿图霸业就喺今晚。父，你居然勾结日本人！美丽人生，荣华富贵，呢啲都系 bullshit。而家两条路俾你行：一，你被猪狗做；二，你交翻 Ninja 俾我。我话你知，我拣第三条路。如果天竺金蝶喺我哋面前。 可以再次带我哋穿梭过去未来，我最想知道，到底我由边度嚟，跟住会去边度，我究竟系属于边度？何英，你唔同我合作系改变唔到历史嘅。